钢铁之躯和血肉之身又有什么区别？过几百年，还不都是？你也消失。 我的老天爷！ Double kill， 666，我的老天爷！敌人消失。他们救人的本事是一流的。就算是临时舰长，也得战斗的极限。 人类的确渺小，但我们的能力是直接破防。主宰暴君降临，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弩车出击。 经济领先，别浪。集合，进攻暴君。你看到游隼小队了吗？他们救人的本事是一流的。哎呦喂！开始撤退。 请求集合。
可会是什么？请求集合。Killing spree。霜降天爷。过几百年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天际领先，别浪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经济领先，别浪。就算是临时舰长，也得战斗在第一线。发起进攻。请求集合。你看到游村小队了吗？他们救人的本事可是一流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发起进攻。收到。经过这具机甲的那一刻，我也继承了他的责任。请求集合。发起进攻。Killing spree。哇，你真强。开始撤退。行行是好。钢铁之躯和血肉之身又有什么区别？经济领先，别浪。敌方蓝豹。你怎么老吃独食？在星际流浪的那些日子，我听过最多的词就是破碎。在宇宙面前，人类的确渺小，但我们生存的意识永无止境。进攻标记点。在上膛。收到。发起进攻。就算是临时舰长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。炮车出击。我的老天爷！你看到有多少人了？他们救人的本事都是一流的。开始撤退。Rampage！Nice killing！看下课会是什么？Double 发起进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请求集合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集合，进攻主宰。开始撤退，开始撤退。Fabulous！违章。